现在还有点早哦，人群还没有聚集这么多。观景台。现在是一级战区啊。台北凡事只要有神将跟神教经过，上面这边都要推开，哦，不然对神明真是大不敬。可能明天就没了。明天就没了，今天赶快来买起。对，真的，因为晚上你就会觉得很震撼。那他可以帮我开一下灯吗？好啊。哦，这就对了，谢谢谢谢。谢谢谢谢哦，快乐，这样才有参与感啊，闪亮亮的嘞，暗红的虾呢，镇头要进来了，人潮开始聚集了。这个车子好大一台，要下趴嘞，临安尊龙。好啦，遇到镇头休息啦，吃晚餐时间，我们也来逛夜市啦。附近就有厕所，也是蛮方便的一个地方哦。我靠，上个厕所排这么久。所以观众推荐的爱玉冰，欸，真的很厉害，喝啉嘞，广州街夜市。吃饱了，开始走了。
一发超大，我没拍到，可惜。连山王抵达一级战区了。三雄勇烈。好，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。青山王的神教是不转头的。永安尊龙，向南千秋，加一休。再拜，三拜，请下。哇，红地毯啊，那鞭炮铺天盖地而来，神明的红地毯。哇哦！爸爸，爸爸！刚才因为我太震撼了，来不及按。飞龙团啊！